我觉得这要水到渠成啊，我这是上帝派的天使在帮我。今年的九月呢，我是就是做一个全身的一个检查，无意中就是发现有一个阴影，后来再进一步再做核磁共振的检查呢，发现确实有一个在胃的外面有一个肿瘤，我有点焦虑，甚至有点惧怕。当张先生发觉佢皮同埋胃之间系有一个阴影之后咧，佢就好急切，好想即刻做个手术，所以就安排咗自己就想飞上去北京。咁但系亦都未有实质嘅安排。咁基本上就系佢系需要做多一啲实质嘅检查，先断定到其实佢腹部里边嗰个阴影到底系唔系一个肿瘤。比较赶啦，咁我哋都整个团队咧都尽量配合帮佢安排好即各样嘅嘢咯。咁我哋嘅团队咧亦都建议咗本地嘅一啲外科医生啦，咁就愿意喺呢个中秋节嘅假期里边咧系同佢去做呢个安排呢个检查同埋入院咁样咯。我觉得这要水到渠成啊，我这是上帝派的天使在帮我。咁 GIST 始终都系一个比较罕有嘅癌症嚟嘅，咁处理嘅方法咧就无可否认，一定系要做一个手术去切除佢嘅。那么当时钟医生问我：你能不能信得着我？我来给你做手术。然后我当时没有准备在香港做手术，因为我自己来的。那么我自己来，我是没准备。我说不，我说我不，我要走。然后当时温医生谭小姐，她在边上就也在跟我说。说我们在会给你安排好的，你不要紧张，不要怕。周医生也告诉我说，这个瘤子很活跃，你不要再走动，不要再等。说这个肿瘤长得很快，而且呢很容易破裂和转移。说你就明天做手术。我当时听我很紧张，很害怕。这个手术是很大的手术，那我家里没有人，但是呢有周医生和谭小姐在边上，我觉得好像他们就是家人一样。他们跟我讲了很多道理。你不怕，这医院的这是一个教会医院，这个医院的服务很好的，医生水平也很高，我们也在这里，我们也陪着你。然后呢我马上就觉得挺平安了，然后我就同意答应第二天做手术。然后第二天8:01就是很顺利的进了手术室。一切都那么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就完成。我通麦代克斯你就不用去为的是发愁去找人的托人的哈，那得似乎你全程都给你安排好了。我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服务，我会跟我身边的朋友去推荐，让他们也通过Medix来做这样的一个接受这样的一个服务。我觉得这样更安全、更可靠、更放心。